真的进去了。嗯。我真的拜拜了。真的拜拜。我想拿一下那本书，我在这里。什么书啊？我说我找到了。说这哎，刚才坐在严科旁边那个就是体育系的那个变性人，就他呀。对呀、啊、天哪，现在帅哥都什么眼光，怎么能看上他呢？谁知道呢，说不定呀是给严科下的降头。可能是吧。看屁看，是不是要给你们下降头？太俗了。